哎，你这发型谁给你弄的呀？妈妈。你看他背后还有这么长一辫子呢，各位。哇。背后还有这么长一辫子。你妈妈好有创意啊。嗯，你喜欢吗？你喜欢这发型吗？喜欢。你是天天上学都是这发型吗？应该是吧。那你现在上幼儿园吗？上学前班。有没有学校的同学玩你这头发什么的？有。他们都怎么玩的呀？怎么弄的呀？他们就是跟我商量摸一摸。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刚刚一直说你要当中国的秀兰邓波尔，秀兰邓波尔是谁呀？秀兰邓波尔是一个美国的小童星。哦，你喜欢他吗？喜欢。我感觉我们俩现在做快速测试题，你喜欢他什么呢？我喜欢他的头发。所以你就在自己的身上圆梦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来问一下妈妈好了，妈妈今天在吗？妈妈。哎呀，妈妈的发型也一样啊。你好，大佐哥哥，嘉宾们好，观众朋友们好，我是朵儿妈妈。啊，朵儿妈妈，朵儿妈妈，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在那个政府部门。政府部门。对对对。爸爸呢？爸爸是经商的。爸爸一看就是经商的。爸爸，这个每天带着这样一个女儿出门，那种感受是什么？跟我们描述一下。骄傲。嗯。没啦。就是骄傲。就是开心骄傲。对对。他会不会显摆？到处显摆。有时候不太好意思，问的人有时候多。小姑娘真漂亮。我又怕我有女儿骄傲，我就说要谢谢人家。您说你漂亮的时候，你要谢谢人家。你长得真漂亮。大哥是不是？哎，好懂事、啊。哎，你看他好可爱啊！接下来给我们唱什么歌呢？国家。国家是不是？嗯、来，我们掌声欢迎朵儿。一日口中国，一瓦顶成家。说过很大，其实一个家，一心装满国，一手撑起家，家是最小国，国是千。